您好，大家好，皆様こんにちは，红叶漫谈。这一期呢，我想给您聊一个与谁为伍的话题。怎么讲呢？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法与社会切割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人生都与我们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在无时无刻地影响着我们。那么，如何选择与什么人为伍，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细心想一想的问题。当然，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环境，还有我们的住居环境，有时候我们个人呢是没有能力逃脱那个现实环境，所以呢，我们在一些状况下，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但是呢，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可以选择的。那么怎么来选择呢？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今天呢，我把它找出来分享给您，您听一听，看看是否有道理。那么我把这篇小文章找出来给您念一下。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就叫与谁为伍。人生活在社会中，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气场，带给人不同的感受。有的人呢令人压抑，有的人呢令人恐惧，有的人呢令人轻松，有的人呢令人安心，有的人呢令人踏实，有的人呢令人愉快。所以呢，您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人，相信每一个人带给您的感受会有差别，不会一模一样的。那么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么与谁为伍，相伴日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说到底呀，人在选择，同时也在被选择。这是我今天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自己在选择他人，同时我们自己也在被他人选择。所以说，在朋友的世界里，不是说我想和谁交朋友就一定能交朋友，还要人家愿意不愿意与我交朋友。所以呢，一个人身边有什么样的朋友，不要说那些朋友都不好呀，都怎么怎么样，为什么那些人会成为您的朋友呢？一定和我们自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您身边的朋友就是您自己的一个镜子，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自己的一面镜子。所以呢，又不是说，哎，您要了解一个人，就看看他周围是什么样的朋友，也把他了解的八九不离十了。接着回到我写的这篇文章里说，说到底，人在选择，同时也在被选择。就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对人对事难以逃脱自我的好恶，就说我选择的是一定有我自己的好恶，我是凡夫俗子呀，我不是超人，我也不是仙人，不是圣人，所以我不可能对每个人都喜欢，对每个人都抱以平等的。我是凡夫俗子，我一定有自己的好恶，有自己的立场。所以呢，待人接物呢，我们很难做到潇洒客观。但是呢，我今天想说的，那是在现实社会中有与自己有着利害关联的时候。但是超越了现实社会的话，
我们相对的可以潇洒一些的。接着说，谁都愿意与快乐为伍，而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快乐的人呀，其实并不少。但我以为最最有魅力的人是那些相处起来与人令人感到踏实的人。我觉得相处起来让我感到踏实的人是在我的标准下是最有魅力的人。什么样的人是让你最踏实的人呢？我以为就是没有敌意的目光，没有咄咄逼人的口气，没有娇柔造作的虚假，没有故弄玄虚的神秘，有的只是自然、坦荡、平易、和善。有道是心底无私天地宽，无欲则刚，无欲则刚。他们拥有纯净的灵魂，纯净的人性，我佩服他们，我敬重他们，我期待着与他们相遇，与他们为伍。我想选择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呢，我要努力的做的让自己被他们选择，这是我人生的努力的方向。所以呢，与这样让我感到很踏实的人相处，我就觉得会避免没有必要的那是是非非的烦扰，也没有那种勾心斗角的算计。还有，我们要活在一个好像就是说没有任何目的的大道中，踏实相伴，从容生活，那是我理想的状态，也是我愿意笨笨的相信我一定可以找到和我有着共同理念的那些笨笨的坦坦荡荡的自自然然的人。我愿意与您相伴，一起快乐相伴，共同成长。那么最后呢，我想结束这天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时候，我想到了有这么讲的，就说你与什么人为伍，人家有这样的总结，就说你与智慧为伍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智慧，你与自私为伍的话，你也就会越来越自私，你与那个就是那种阴暗的丑恶的为伍的话，你也可能越来越阴暗越丑恶，当然与阳光为伍的话，你也就会越来越阳光。这个人家我看的这个写的最后特别好玩，最后就说你与蜜蜂为伍的话，你一定找到的都是鲜花，都是甜蜜。你要与苍蝇为伍的话，你找到的都是臭屎坑。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快乐相伴，一起成长。马他，我爱西马笑，下次见。